你在创啥？鬼就是鬼啊！一讲到你，你就出来了。你才是鬼啊！你莫用我头家无伫咧，就去对伊太太去甲动手哦。我这做助理的，无可能去掂掂。是你的副社长家己找上门的，那么你问伊啊。咁真正是你主动找伊？啊，张家良。因为爱强回来的事情，所以来跟我讨公道啦。伊讲爱强拢知影要买一束花送伊，该说就说，是安怎我这做妈妈的煞一点表示拢无，所以我就摕支票来买回听。想知伊啰啰嗦嗦，所以我就跟伊避免啊。庄家良，莫想要用这件代志来威胁我，我袂做你迄个有求必应的有眼光。我话就讲阿姐，你家己想清楚。我袂甲你斗三工嘛，张家良，你着要离开哦。你敢是做甚物神秘的代志？你是讲啥？我着感觉恁两个怪怪啊，明明就是见面就会冤家的关系，是安怎要输了后偷偷见面？啊，张家良要甲你斗三工找爱姐，迄是欢喜甘愿的？你敢真正有这个必要，专工走来遮甲伊说多些？你根本管伤济啊！我是做家己工课，顶个薪资都达标了后，造成阮头家真大困扰。虽然讲最后张家良把所有代志拢担落来，啊，不过我愈想愈奇怪，我是感觉我头家的身躯边有真济威胁。你现在的意思是，欠钱身躯边的鬼是我？唔啦，我一人怀疑你。顶个阮头家嘛，当场甲你啊，搁会长计划讲互破，讲因为恁无想要互一定阁得标，才会请张家良斗三工，组织高天后来投标。最后计划失败，张家良是不得已才甲所有责任拢担落来呢。啊，所以恁即马是为了这件代志起冲突？所以伫个天井耳旁边，一直生话的人真正是你，柯淑君。是安怎你要安尼破坏我甲庆姐感情？敢讲你真正认为你有机会当做织田集团的社长夫人？你敢会想想这？我是领薪水做代志，我无你讲的迄种心思。会着，我会甲我今日所看到的原原本本讲给阮头家听。哦，恁若袂嘉宾请恁啦，恁就豆豆恁继续开讲。啊，不过爱记着，莫冤家相拍。啊！若无你若受伤，当然歹交代。拢是你啦！这下等于我搁要去欠钱还家啦！再讲你巧，你卡手就乱啦。起码是甲郭小公、郭兆雄好是你。那伊回转来，我要问伊。你来问较斟酌的哦。张家良伊专门靠查某人翻身，你得提醒副社长，千万唔通被利用去。你是在讲你家己吧？你甲庄家良的婚外情闹到安尼闹得滚滚，莫讲你是为着要救阮姐脱离庄家良，所以你唔才会去诬怪庄家良，回去爱着你哦。我知影过去确实是一个歹查某，就算我袂记哩，我嘛会查新闻啊。所以你即马要替方文出一口气，我无会通讲，因为我确实有做唔对的所在。啊！不过我已经试过一届，我嘛想要改过自新，所以我是要提醒你，千万唔通甲张家良想甲接近。拄则看你两个徛到遮尔啊，我真足惊你互伊袂去。拄则我是咧甲伊冤家，你甲伊冤家哦，愈冤愈凄惨。张家良真够掌控查某人的心，你若失去理智哦，伊就有机会啊。你袂感觉伊拄则看你的眼神怪怪？柯淑君，你伫咧暗时，我甲庄家良敢若有鬼？无你到底想要怎啊？惠弟，我无想要破坏你甲阮头家的感情。哦，所以你是想要保护庄家良？嘛是啦，毕竟恁两个过去甲关系，毋是参像新闻讲的遮尔简单。对啊，我甲张家良是才半世人呢，我甲伊毋但是同一个砖头大汉的，
我甲伊捌是好朋友啊。啊，不过今麦的我，甲伊完全无想要任何交叉，所以你免学白用。过去哦，啊，你搁真敢讲嘞？你莫掠准讲，你甲庄家良想要同归于尽，要不你煞死无去，等到干那失去记忆，安尼你就会当甲你满身的罪孽都抹消去哦。尤其过去代志，莫好讲啊。是安怎我袂当讲？我只是想要提醒，伊无资格评论别人。柯淑君，你实在是有够好运的呢，干那会弄着头壳失去记忆尔。就会当安尼活到自由自在，把你所有过去的不堪、错误，还佮歹势做个代志拢放袂记，佮互你害到无命的人也拢放袂记安尼，你拢袂感觉歹势啊？尤其好啊，莫佮我讲啊。你做这要创啥？我是害死谁啊？我想要听看嘛，伊到底想讲啥？要讲直接讲，莫话讲一半。我无做代志，你嘛袂用学袂无聊啊！既然你若遐想要知，那你我就讲你听。也毋过，你毋好怪我残忍哦，是你拜托我才讲的。对，我拜托你紧讲。尤其，今仔你不管啥物人，拢袂用阻挡我点死这个查某。你若是要维护伊，就表示讲，你要紧伊，比要紧我这个太太搁较济。我也不准你做这，你紧讲，我到底做啥物歹代志？我到底害啥个人命？我到底害死啥？葛志良，你着袂讲啥？我甲志良遮尔好，我哪有可能甲伊害死？也毋过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你嫁予葛志良了后，无偌久，你着甲庄家良两个老头来暗去，毋呐？我葛志良做一只乌龟，而且佮串通庄家良，利用葛志良这个动容的，登去上海高架，啊害葛志宏必须爱坐船走路，所以当初葛志良就是为着要救葛志宏，唔才会着情报落海。后来你嘛因为安尼，去予庄头的人掠当禁地人啊。说来，你着带着满身的罪孽离开庄头，把你原本瓜米馆的名改做是瓜熊馆。瓜米馆，你敢袂记啊？你还搁志良的亡魂留伫海底呢？这么侪年来，搁志良拢毋捌来互你帮过啊？甲你讲，伊足怪的，叫你用伊的名。你才是英雄呢！你哪会当我到这么心安呢？这就是真情，讲一半的事实。所以真正是我把志良害死。那是高家的人善良，看你失去记忆，可怜你无跟你计较。无甲你甲张家良过去遐个代志全部拢讲讲出来，就是惊讲有一天你会知影，你是一个捌去用禁过敌人的查某人，你会袂堪的。结果，你阁真正把家己当作是圣女哦。所以我真正做种袂记情的代志，伤害志良，甚至害伊赔一条命。尤其，你真正莫阁讲啊！是安怎我袂当讲？柯淑君偷看遐手人的红色，凭啥物会当加正义伫你的身躯边一直塞人？要唔过你煞是，阁坚持要家留伫身躯边咧做代志？天龙诶，你是啥物互伊洗脑去的哈？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！过去是过去。要过杀人凶手，又还是杀人凶手？伊根本是一只乌蜘蛛呢！反正你拢唔惊，讲有一天你有哪样卡车落帮？啊！你想到迄时怎么救我？你想到怎么救我？你看我该怎么死？
你真正搞不拢，我替你面头前嘛中卡良的时阵，你心肝一定笑话着无？我讲无，你敢会相信？可是绝，你为了因表过去的错，你孙女甲张家人做伙死，实际差点仔无命。因为改过自新的决心，我甲志宏拢感受会着。后来看伊死去记得。 志宏不忍心接别离，伊希望所有悲剧拢能够结束，所以阮选择误骂你，不是单纯想要保护你。啊，不过我还是志良是事实，就算恁想要暗藏，万一今日我是杀你，好像事实。志良这条命，我这世人永远无法度幸免。柯淑君，麦德。 我已经无任何理由接受你的黄赌爱好。你要倒位？我知影今仔日无心情继续上班，我三天搞假。是嘞，我无法度跟你斗相共啊。我来申请你有法家己。搞假，我嘛无面通转去啊。我若想起我对因做错一切，我连头拢摇袂起来。 你，上一期伊想要去的所在，多谢。 柯淑君艰苦，我心这么痛。
是安怎呢？